欢迎收看《台播新闻》，我是苏新闻。先来关心天气的状况。伫个关岛东南方的海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在当地发展当中，这两天就有机会增强变成风台。目前的预测是向日本琉球的方向来刷动。另外，伫个中南部，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雨是还未完全停下来。气象局持续针对中华以南发布了大雨特报。另外，伫个屏东是要注意何雨来发生。伫个这几天，每一个所在拢传出有积水、淹水的状况。伫个高雄，还有一对男女啊是骑车相载，结果伫个经过一个积水较深的所在，机车煞是出的失控，造成骑车的男性死亡，女乘客骨折送医。半暝啊，慢车道，机车突然间弄过来，男性的驾驶规身躯弄到路边的铁箱，而后座的女子背伫个正边的人行道顶头。代志究竟是安怎发生的？事故地点就在高南公路的慢车道上，您可以看到，到现在内侧呢都还积了有十多公尺的积水。天雨路滑，致该部重机往右偏移，撞击事故现场后置箱。原来当时机车行经慢车道的时阵，内侧积水，加上车速真紧，引发机车滑倒，造成这对大学生情侣男性驾驶不幸亡生，女乘客正大腿骨断去。最近高雄雨势真大，路面常常有积水，警方提醒：千万不要慌张，哦，切记勿紧急刹车，哦，应减速缓慢通行。行经积水区，轮胎门伤过浅，或者是车速伤紧，拢容易出链，驾驶人就要放松油门，唔通紧急来刹车，才袂引发机车或者是汽车出链，造成不幸意外。大新闻陈怡珍、陈立伟高雄报道。放暑假，家长带着囡仔去露营，千万着爱注意，唔通烫只脚着打伫个沙土顶悬。因为台中有一名女大学生到家己个庄脚佚佗，无穿鞋打伫个土林，结果感觉着冰火无力。本来俩准讲是胃酸来，结果经过检查，竟然是血糖，也就是国医所讲个钩虫所引起个。到野外打青或者是露营，有一挂人会烫只脚打伫个土个顶头，打赤脚在。地上是最对身体最好，它会吸收大地的气啊。有一股就是轻土的感觉，那一种轻松自在。烫只脚返璞归真，享受田园之乐的同时，爱惜你。一名在台北读书的女大学生，回去家己老厝的时阵，感觉贫血头晕，也以为是生理期的缘故，检查才发现体内有钩虫。它的那个虫的量不是那么多的时候，其实病人不太会有症状。偶尔会觉得肚子痛痛的，但是后来就会造成贫血。几天前，中华嘛有一名五岁男童，烫只脚感染钩虫，这种寄生虫可怕哩，就算人体无伤口，敢那线的幼虫嘛会当钻入去皮肤，将血管钻到小肠，靠食花为生，并且繁衍后代，会引起红疹、贫血、甲巴肚痛。在乡下，在野外，那有些这些粪便污染的土地，就会有这些虫卵在。进到血液里面去，到肺部，然后从咳嗽，然后肺部再掉到他的这个食道，到胃，到肠子。现代社会卫生条件改善，钩虫感染并无常见，特别容易被疏忽。暑假期间，真侪家庭拢安排露营计划。医师建议，大人囡仔上好是穿鞋，和脚底甲土壤保持安全距离。可能蕴藏动物排泄物的潮湿的土壤都唔通靠近咯。台新闻郭月玲、廖学信台中报道。高雄医学大学今仔日举办代替和器官的感恩会，其中一位代替老师杨建章在世之前在乡中做老师，亡生以后也将代替捐出来，继续为着教育来努力，让人非常的敬佩。代替老师一连仪式顶头，再见到亲人家属的思念，一时来涌现，心存无限的感激与追思。杨建章生前伫高雄中学任教，往生了，成为代替老师刘德子孙。他非常的、非常的无私，他帮助学生，帮助他的同侪，比家人还多，所以他的心都是很大的。规个学期解剖课，学生从代替老师身上更加了解人体器官的样貌，学习艺术，嘛学习代替老师的德范。
因为有大体老师的贡献，所以我们可以更清楚，或者说更直观的去了解，所以让我们更谨慎的去面对病人的身体状况。当他们有这能力的时候，能继续回馈给社会，学习这些捐献还有器官捐者的这个奉献的这个精神。感恩回乡，永远留在心中的，除了感谢，因也是希望学生会当将这份大爱延续落去。台新闻潘于真、郑瑞平高雄报道。主席林义辉为着警政署现职也阁有退休的人员举办年度体适能的检测，来照顾因的健康。连续两天服务超过1200人次。人民保镖无论冲锋陷阵，或者是运筹帷幄，健康拢袂当疏忽。及早发现，及早这个治疗。及早做医疗的，对自己的保健是有一种多一层保障。检查工作到底到体力，身心拢要保持上佳好的状况。做者人义会为警察署举办年度体适能检测。你如果说身体这个变差了，你就知道啊，该注意保养啦，该注意运动啦，你工作上面啦，生活作息上面啦，都要做一个调整。退休了。人啊，最在意的就是平安跟健康。那我们退休的警察人员更要注意健康，每年呢、最好定期来做一次健康检查。对。日夜轮流劳心劳力，资深警察讲出心里话。工作重要，但是健康更重要。台新闻沈英芳、涂耀兰、陈李少明台北报道。广州的主题之间，五年来每个月都会到海珠敬老院来关怀，也阁为老大人来接受。在这段的之间当中，也有五回长辈，在因的心内深深了解到“行善行好，不言的等”这句话道理。敬老院的长辈受到主题之间沿路来欢迎，个个感觉非常的尊严。这天特别准备鸡卵糕，为这一季中者来举办庆生会。真的深有感悟哈，因为之前母亲的病重哈，在上个月就往生了，一直就是自己在照顾母亲，行善是不能等，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我因为自己都已经没有父母了，我真的。已经没办法去行我的孝对我的父母，所以我真的我每一次我都抱着我当他们是我的父母，去关怀去对视他们，希望我还在我那么老的时间能够尽一份的孝道啊。志刚分享情绪，身体上的病不可怕，可怕是心生病了。老人家有强病，我眼睛，要有病咧，唔好谂咁多。开心啲，佢就会慢慢好。如果严重咧，睇医生就得噶啦，就系咁简单。怎么样去真正去做这个慈善，真正去尊重老人，啊，包括你们跟老人的一个交谈，啊，你们的言行举止，在一举一动当中，啊，对我都会有影响。诺我诺以及人之诺，只讲以心灵来带动工作人员欢喜来付出。台新闻齐海东、周旭辉跟当报道。在印尼当格人有一个社区的感情实在真好，秘诀就伫做环保，因为因每礼拜一拢会约好做伙来整理回收物，手拿当嘴嘛拿开讲博感情。将组织回收的标的搭伫门口边啊。好，厝边头尾会当将资源送上门，唔那是安尼哦。开着自家用的小客车，一家一户来做回收，嘛将厝边头尾的好感情串联起来。Kegiatan yang positif jadi bisa lebih akrab sama tetangga. Untuk relawan kita adain di sini kumpul supaya kita ada kegiatan ada ulang dan kita bisa merekrut banyak relawan baru.在那牵头家己志工行列的时，总是会当大方来宣导，要安怎来分类，让社区的环境越来越清气。刚刚lihat tanya itu sampah-sampah kalian buang kemana? Kayak botol apa kalian buang sembarangan? Saya bilang jangan, kumpulin aja ke saya, nanti saya sumbangkan ke Suci untuk mereka daur ulang. Kini 5月，社区环保站成立，
社区居民拢来斗相共，彼此的感情嘛愈来愈好。Rekan-rekan yang ada, ya. Jadi walaupun kita sedikit agak turun ke bawah, artinya mengerjakan sesuatu, tetapi karena suasananya gembira, jadi pekerjaan itu dilakukan dengan rasa nyaman. Nong si wei le dekiu kuan bo jin xin de, ma chong zhe ge kai yi kuai e ji zu kuan jing. Dai xin wen li wan bu de li, yin ni bo de。以上是台语新闻的部分，继续国际新闻，咱将时间交予丽文。欢迎午安，国语新闻部分来看看国际消息。泰国11岁到16岁的这个足球队男生球员和25岁的这个教练，他们受困在观光景点的洞穴里，从6月23号受困到今天是进入了第11天。原本这个孩子和亲人失联，现在是透过洞穴传出来的画面。亲人终于去看到思念的孩子了。在昏暗的洞穴里，孩子们看起来还可以说笑。泰国海军海豹部队半开玩笑地说：“全世界都在关心你们的进展。”在洞穴里也为孩子的小割伤上药，救援的过程全都在官方脸书上会发布影片，让大家为救援人员、为受困的人集气加油。这些画面全都连线，透过电视荧幕播放，守候在洞穴外的亲人们看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就算是单向的交流也紧盯着不放。啲考验要保持啊，就唔好就乌阵就，เพราะว่าต้องขอบคุณทุกคนที่ช่วยลูกทุกคนที่เจ้า。每个亲人只要一谈到孩子，就是喜极而泣。คิดถึงค่ะใจจะขาดเลย泰国北部青莱球员和教练一行13人在洞穴里探险，突然的淹水让13个人走进迷宫般的地下洞穴里，最后困在睡美人洞。泰国海军提供高能量的食物和医疗检查，也安装电话，让孩子们可以和亲人说上话。等水退或教足球队员们使用潜水器材导航等，都是搜救人员正在研商救出洞最好的方法之一。大爱新闻许淑妹编译。印尼2个星期前呢，在苏门答腊是发生了帆船意外，还有168人下落不明。而这个星期是宣布结束搜救，没想到在2个星期过后，印尼却又再度发生了船难。有一艘渡轮呢，是在苏拉威西岛附近触礁翻船，已经有29人死亡。画面上可以看到渡轮在大海中倾倒，船上的人是穿着救生衣攀附在倾斜的船身外，还有很多人是漂浮在海面上，也有一群人是已经坐在救生艇上了。印尼苏拉威西岛附近的这个翻船意外是发生在星期二，渡轮靠近岸边的时候不幸触礁。有69个人获救，但是呢，还是有41人下落不明，而渡轮上面还有车辆，目前还不清楚数量是多少。现在是南亚的雨季，印度呢是发生了这个桥梁崩塌的意外，而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拉合尔则是下了38年来最大的一场雨。路面凹陷了一个大洞，视觉就感受到雨水之强。水声更是吓人，雨势之大，大街小巷全都淹水到膝盖的高度。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拉合尔24小时214毫米的降雨量，创下38年来最高纪录。骑摩托车的大人们跟水搏斗，孩子们倒是乐天的在地下道积水里玩了起来。一场大雨造成屋顶崩塌，4个人死亡，还有2个人触电致命。巴基斯坦气象专家说，接下来2天还会是大雨的天气。相邻的印度人口最多的孟买，雨也是下不停，一座人行桥梁崩塌，2个人受伤，桥下是铁轨连接孟买和郊区，负责每天上百万人的通勤，火车运行严重受影响。大新闻许淑妹编辑。把镜头转回到国内，
政府是推出了准公共化的保姆托育，除了决议会将6000元直接补助给家长之外呢，对保姆也定出了一些的防弊机制，原因呢是希望能够提升托育人员的品质。但是呢，民间的团体则是忧心部分的这个政策是阻止了这个优秀的人才进入，却又没有办法揪出害群之马，恐怕会加深这个家长以及保姆之间的误解。是什么？再见，阿信啊。耐心陪着孩子读故事书，双薪家庭找保姆成为需求，但近几年爆出虐童虐婴事件，托育人员与家长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有点委屈，让社会大众误解我们这个专业工作的存在价值。由于现行实施保姆登记制，虽然行政机关定期审查，但部分人员由于没有重大疏失，无法撤销执照或进行惩处，缺乏有效退场机制的结果，造成小错不断的地雷保姆潜藏其中。政府因此定出更严厉的防弊机制，却引起反弹。那政府规定，一个保姆可以带4个小孩，其中2岁以下的小孩最多2个这样子，但是他规定保姆本身，只要有6岁以下的小孩2个，你就不能再托育，等于直接就剥夺保姆的他的工作权。禁止有孩子的保姆继续收托，除了适性人才流失，政府推出准公共化保姆政策，还将经过培训、领有结业证书的人员排除在外，阻止新血加入。他现在就在做保姆的，给他一个落日的时间，好，一定的时间去让他考保姆证照，然后也多开一些课程。去辅导他们如何来考得保姆证照。托育政策催生联盟建议，政府、家长以及保姆应该签订3方协议，否则一味监督保姆，恐怕造成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台视新闻周晨、叶怡玲台北报道。为了促进干细胞科技应用以及临床的医学发展，花莲慈济医学中心今天和生技公司是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双方呢将针对自体脂肪的干细胞来治疗陈旧性的脑中风以及肝硬化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第二期的人体试验。借着他自己的脂肪干细胞，我们从事第一期有3位的临床试验，多安全顺利，希望也跟我们慈济这边所有的肠胃肝脏的团队来一起来做临床试验。那这个也感恩国企干细胞公司，我们一直希望这类的病人能够站起来，自己照顾自己，找回自己的尊严。目前第一期的人体试验由生技公司负责培养合格的细胞，而花莲慈济医学中心则是进行植入手术，已经有3名的病患接受手术，都通过了安全性的检验。而接下来第二期的人体试验呢，将会有20到30名的受试者进行药物的有效性试验。要是能够顺利上市的话，也会提供固定比例的药物，期待能够让更多中风以及肝硬化的病人重新找回健康。建上人行脚北区今天早上是从台北前往桃园，了解八德园区的新工程施工状况。上人也感恩相机志工为了照顾施工的工作人员而费心。上人行脚停留新店建思堂多日，离开前弟子们满怀依依不舍，启程之前师父同样殷殷叮咛。咱现在是开刀护路的人，给咱的下代啦、代代子孙的看明这条路。好好走，很多家，让大家人照顾，感恩大家继续合好互相相爱相欢哈。一趟路风尘仆仆来到桃园八德园区巡视新建2年多的工程进度，每一处细节空间规划上人仔细询问关心，更感恩相机志工煮出拿手料理照顾每位工程人员的胃。对，有时候3明治，就每天都在变。新工程距离桃园机场只有20几分钟车程，未来部分空间还会作为赈灾物资仓储使用，为国际援助注入更大能量。台视新闻消息节，柯信智台北桃园报道。
2018年慈济大专青年心灵成长营展开，为期四天的课程，总共有129位的学员共聚在一起。而今天上午呢，学员们是回到了慈济静思精舍，由精舍师父们来带领寻根。慈青的学员们在法师的带领之下，回到花莲慈济静思精舍寻根，还走访菜园，了解精舍法师如何自力更生。我们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要与这些万物共生息，对，不能因为我们需要的，然后就去破坏到他们原本的生态。一连串的闯关活动在精舍的各个角落展开，学员们在每一关关主的带动中，心中的压力获得释放。因为平常念书，然后压力很大，然后每次来这里就是能让自己、心里可以就是一种放松，然后重新再寻找自己。一趟寻根之旅，让来自全台各地129位慈青懂得饮水思源，也清净了身心。台新闻张宏达、杨爱婷、翁国佳，花莲报道。慈济中坜园区举办了静思讲座，是以教育为主题，邀请了教育工作者来对谈。而内坜国中是推动食物银行，帮助贫困的学生，也让学生们来做志工，体验付出的精神。为了帮助贫困家庭，内坜国中在企业赞助下，每学期有近5万元的食物。校长灵机一动，要成立食物银行，领到补助的学生也做志工，将食物转送给社区需要的单位，不只是解决了贫困，也激发他们付出的动力。食物银行在帮助孩子的时候，他是真的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在善良的部分可以启发孩子善念的心，而且在自愿性里面是看到美的，人性的美就是可以帮助别人。你自己想要，你就带走。中坜园区以教育为主题举办静思讲座，有内坜国中实力分享，也进行讨论。慈济教育执行长蔡炳坤很肯定，那是一个在地的实践的经验，而这个经验里面正可以说明我们慈济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上人告诉我们，我们的教育不是只有把我们自己的学校办好，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跟更多的学校分享。来参加的家长和学生也都有收获，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善的因子去种下去之后，让它自动去改变，而不是我们一直要告诉他怎么做。大家有共识，品格教育的重视，未来才会有希望。台新闻正在美职工桃园综合报道。慈济亲子成长班由志工群的心思汇聚，设计出许多这个原创性的游戏，寓教于乐也不枯燥。还有志工中风之后是处于休养的阶段，但是却放心不下，依然来付出。合力拉绳，抓住纸杯，搬移堆叠成金字塔。推骨牌成功，失败参半。慈济台北松山亲子成长班游戏背后是人生道理，很多做人处事的态度，就是可以学到一些学校一般来讲不会教的。我来这边真的很多师姑师姐教我们很多种教育孩子的方法，所以我真的很感恩这边，而且孩子也因为这边感受到满满的爱。细致的亲子成长班，翻翻乐配对游戏，专注力、记忆力缺一不可。专注在你的气球，一、二、一。气球连结一条龙，团结步调，和和互协。彩色舒适三明治任意搭配也出现了 NG 版。小客家。欢乐之余伴随感动，志工简玉倩2月份刚历经中风，虽然目前还有后遗症，却珍惜还能来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我的心情都很好，觉得好像有一个有一去那边会有欢喜心，很开心这样，所以我就一直持续用投入，用付出，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是爱的连结。台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北综合报道。中国大陆广东省普宁市呢，慈济志工是举办了人文真善美的培训课，培育更多的志工，记录在地的美善故事。
除了静态的课程之外呢，也有实作模拟，让学员们能够更熟练，为净化人心而努力。床前明月光是什么呢？起啊，疑是地上霜，沉再下来什么呢？举头望明月，转呢、啊，从月亮转到什么呢？转到自己的、啊。以诗词的起承转合带入写文稿的技巧。退休前教语文的董家坤说，不论文字还是摄影志工的记录，关键都在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决定你的角度，同样一件事情或者同样一个拍照，我可以把你拍得很渺小，也可以把你拍得很高大。课程为培育更多在地志工，记录在地美善的故事。来自朝阳普宁社区25位学员，人文使命更坚定。曾经做过人文的逃兵，我看到做人文很累，所以我就选择不参加人文了。我就自己期许自己能够增加力量，勇于承担。之前没有做法，就比较私心，就觉得走在最前，坐在最后，有点好辛苦哦。有精进的念头，就没有了懈怠的苦。培训课是一剂强心针，学员共勉为净化人心努力。台视新闻，这是美智工陈燕、张一川，广东报道。越南东北部的百越瀑布垂直高度有30公尺，是亚洲跨越边界最大的瀑布，上游是中国大陆广西省的珲春河，旁边还有一个德天瀑布，两个瀑布之间的就是中越的边界线，在下过大雨之后，瀑布的气势是相当滂沱。新闻最后就带你一块来看看。以上就是这些新闻内容，感谢您收看，再会。